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刮这张是扑克对对乐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是新台币200元，它的头奖奖金是200万元哦，它有高达8次的中奖机会。它的游戏方式嘞，就是说任何一局中刮出两个相同的牌，即得该局的奖金，不可跨局兑奖。这次挑选的号码尾数是60，好，马上开始来刮第一局吧。第一局在这边。先从第一局开始刮好了，总共有8局，两个相同的牌就可以得到奖金哦。第一局，这个是二维条吗？先把它刮出来，刮干净一点，待会如果中大奖就可以拿去换了。这里有没有？第一局，第一局在哪里？四号、十号，第一局没中。没关系，来看第二局。第二局的牌在哪里？十号，再来一个十号，有没有 ？Z 老 Z， 第二局也没中。来看第三局。第三局 Q。八八也没中，进了这么多，竟然没中。第四局相同的有没有？九，再来个九有没有？拜托拜托拜托，再来个九，再来个九，九九六，哎呀，没中，也没中。好，没关系，来看第五局。第五局善，再来一个善，善善善善善善来迟啊，竟然是六，第六局善，一样三，好，善 K K 个屁啊，搞什么？哇，剩两局啊，看来有点做公益的感觉又浮上心头了，来七。Lucky Seven， 再来个七有没有？二啊，搞屁啊！真难中啊！没关系，好，最后一局，来吧，拜托，就再来个，这一张杠估啊，这一张扑克对对乐，一点也不快乐啊！杠估啊，这张啊，200元做公益的。哇，200元对做公益的啦，真是的呀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子咯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